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无限住。今天呢，我们从槟城南下到居銮出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参加居銮在动。收获 number one， get out of the studio。就这一次去参加居銮在动呢，离开了我们每天工作的环境，抱着一个很轻松的心态，一路南下，看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景。然后而且居銮是一个小镇，然后没有高楼大厦的阻挡，对，没有什么大城市的干扰，所以有拿到一些灵感。收获 number two， 简单有时候也是一种丰富。其实这一次居銮在动的演出呢，是属于不插电 acoustic 形式的，一把吉他，一把人声。如果把感情放进去的话，一首歌也能唱得很丰富。收获 number three， looper。这个 looper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，下次有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收获 number four， 当晚的歌手除了在分享自己的音乐，也有分享一些创作的过程跟小故事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就是可以通过他们的音乐和故事得到一些启发。那收获 number five， 居銮据说有300多家 coffee 店，300多间呢。两天的时间，有尝到当地很有特色的美食，满满的人情味。100秒，时间到，我们下次见。